小轩，安壮，接下来是哪一支表演？接下来哪一支表演？我不知道糟糕，又忘了。糟糕！你们的观众知不知道下一支是什么表演呢、啊？那边，就是你啊！啊，好，没错，就是我们的玛丽莲梦露。玛丽莲梦露来台湾了、啊。要不要送他们礼物吧 ？OK， 今天是我们的特别丰盛，大家记得来后台跟我领，就社长的熊毛一根，好不好？OK， 记得来拿，没拿就没有了。来熊毛一根。OK， 谢谢，欢迎我们的玛丽莲梦露。Yes.